发生在这个11:33的这种西到码头的事件呢，大概已经平安落幕。重点的是，听说因为有 OOC 跟马轮船，它直接撞击到现在的这个西子号码头的这个高空操作架，终于有三个，就是有三位同事，其中有一位轻伤了，就地送到了综合医院，这个是手术大伤。其中有两位，这位年轻人跟另外都已经平安的都下来了。那么也大概就在这个时间呢，是在12:00。经过我们市府消防局的详细的身体检验，大致上是无需送医院，那我们受到了较大的影响，因为这个是已经平安的了。也经过消防局的这个60公尺的吊车呢，将这两位呢在高空上空作业的这个同事都把他救下来，所以非常平安的应该给我们。那么今天也同时一个部长都在今天呢。更香的。